可以作为登陆月球的中继站，它的功能是给太空人休息及补充食物。晨光开启了新的眼光 ，Shining Lights， 晨天绿和带你遥游未来的月球村。是未来的太空总署，它的功能是研发设计。作为登陆月球的补给站，它的功能是寻找对地球人类有益处的矿物质。这台探测车只要测到我们去。太阳能板会发亮？没有啊，太阳能板不会发亮啊。发电。它是发电。太阳光是一个光能。它是一个光能。
有做过研究，根据资料我们知道月球上有冰，还有很宝贵的矿物质。五主要的矿物质有二氧化锡、氧化铝、氧化氮。因此我们特制的无人驾驶探测车并要在月球上寻找对地球人类有益处的矿物质。那它只要侦测到我们所需要的矿物质，便会发出讯号，接着太空探索机便会一起前往挖掘，特别是隐藏在月球上的冰，冰可以转换成月球必需品水。在月球上比率最高的矿物质是二氧化锡，二氧化锡是一种很宝贵的矿物质，这种材质可以拿来盖月球村，它不但耐高温更是耐寒的材料。原来月球上已经要有科学家的探索局研究，因此我们特别为科学家建造了一个太空科学园地，特别是宇宙观测站天文台。同时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把月球建造成一个人类可以居住的乐园，一切上月球的食衣住行都要在这秘密的空间，是个秘密式的乐园。那栋最高的大楼就是月球村，那个突出的建筑物就是宇宙观测站，用来观察太空及接收宇宙各星球的信息。因为月球没有大气层，因此是最佳的宇宙观测地。当它只要侦测到任何宇宙新资讯，便会透过另一个通讯到了地球的太空中心理论。接着我们特别介绍太阳能。成电力。我们知道目前主流的太阳能板在标准太阳光下照射一小时可以产生300瓦电量，300瓦电量可以让电脑连续使用一小时，因此我可以利用蓄电池储存电量。蓄电池的容量种类很多，例如小至手机电池、电动车电池，大至货柜式电池。我们要利用这些电力成为太空运输及地球电力的工厂。是减少地球资源的耗费及地球暖化。谢谢与我们一起探索。你的新的眼光 ，Shiny Light， 成天绿河，带你遨游未来的月球村。太空总署，它的功能是研发、设计、制造和发射往来月球的太空梭，同时训练太空人模拟太空任务，并由控制中心执行太空任务。太空总署还有一项功能是研究从月球上采集回来的矿物质及能源，以便提供地球使用。太空总署的重要性就像控制管理中心一样，它的任务有：一、与太空站保持联络；二、与太空转运站建立与月球车的连线。月球车也可以建立实验室和控制中心，和地球太空总署一起开发太空。太空转运站可以作为登陆月球的中继站，它的功能是给太空人收集及补充食物，同时也可以让太空人适应太空的环境，进而继续去探索其他星球，如火星等。太空转运站可以做其他太空船在个人星球短暂停留的地方。太空转运站也经常释放太阳能，因为太空里面有遗传其他星球的干扰，是太阳能电力的最佳制造工程。我们有做过研究，根据资料我们知道月球上的冰还有很宝贵的矿物质，五主要的矿物质有二氧化锡、氧化铝、氧化钛。因此我们特制的无人驾驶探测车并要在月球上寻找对地球人类有益处的矿物质，那它只要侦测到我们所需要的矿物质便会发出讯号，
接着太空探索机便会一起前往挖掘，特别是隐藏在月球上的冰，冰可以转换成月球必需品水。在月球上比例最高的矿物质是二氧化硒，二氧化硒是一种很宝贵的矿物质，这种材质可以拿来盖月球村，它不但耐高温，更是耐寒的材料。当然，月球上已经要有科学家来探索和研究，因此我们特别为科学家建造了一个太空科学园地，特别是宇宙观测站天文台。同时，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把月球建造成一个人类可以居住的乐园。一切上月球的食衣住行都要在这秘密的空间，是个秘密式的乐园。那栋最高的大楼就是月球村，那个突出的建筑物就是宇宙观测站，用来观察太空及接收宇宙各星球的信息。因为月球没有大气层，因此是最佳的宇宙观测地。当它只要侦测到任何宇宙性资讯，便会透过另一个通讯道与地球的太空中枢联络，接着特别接收太阳。主流的太阳能板在标准太阳光下照射一小时，可以产生300瓦电量。300瓦电量可以让电脑连续使用一小时，因此我可以利用蓄电池储存电量。蓄电池的容量种类很多，例如小至手机电池、电动车的电池，大至或会式电池。我们要利用这些电力成为太空运输及地球电力的工程。Mission One。是减少地球资源的耗费及地球暖化，谢谢与我们一起探索。你注意一下，他在问问题。